今天是两条薄命又很好看的牛仔裤，一条是我们的金豆子，大家等了很久的这个加绒版，这次还多了一个黑豆子。小黑裤大家不陌生了嘛，基本上都很会穿了，但是裤脚这边的这个小金豆的一个点缀，哦，大小相逢的时候太好看了。这条金豆子的吸水跟四季版还是一样的，有一点偏蓝灰那个颜色的吸水，穿过四季版你就知道它的百搭能力强，是因为它的一个低饱和度完成了它对造型的一个不挑剔感。点睛之笔就是脚口的这个不规则的一个设计，以及它这个古铜金色扣子的一个小点缀，这一部分的细节是它时髦度的一个完成啊。这一次给大家加的绒面呢非常的厚实，以及它不是那种有点长毛感的那种绒面，可以看得出来吧，它是属于轻盈吸汗以及没有太多重量的一个绒面。为什么等了它这么久，就是因为要去完成它这个覆了绒以后不受影响的这个弹力，穿起来腿呢是那种又细又长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地方啊，这条金豆子在腰部的位置有多了一层的一个绒面，一般来讲牛仔裤在腰部这边都是单层的，整条裤子温暖到炸。我今天是特地用相机想说还原一下这条裤子它的一个蓝色的一个美丽，它上面的那个布纹肌理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我把它稍微折一下啊，除了说这个裤子它的一个厚度以外，我现在去捏它整个裤子的那个厚度它是可以弹回来的，所以整条裤子是非常非常厚实以及保暖的一个状态。这次的新色这个黑豆子跟这个古铜金真是呼应的恰到好处，很经典的一个美感，特别是在搭配一些那种小香风的外套或者是那种小香风的羽绒服的时候，它可以帮大忙。像我们在分享高级感穿搭的时候不能避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同色系，上下同色或者是上下的元素有所呼应，这些都是可以让人有一种视觉的整体感的，这个小金扣的存在就是这样的。要求分裤在我们搭配这种短靴的时候，可以很好的把风景集中在我们的踝部的一个区域，让冬天真的能够去实现不露嘴穿搭的实用，但是会有一点小心机的时髦在里面。哦，好好看哦，简单就很时髦了，对吧？特别像它下面那个点缀，真美啊！或者换这种宽宽大大的衣服的时候，上宽下窄嘛，在日常当中这种比例感是最好使用的，轻轻松松就可以穿出那种薄足的味道。然后像这件黑金豆呢，就可以去找一些这种黑金的一些小香风的外套啦，或者是这种包包去做点缀。这件是个皮衣，然后也是一个金扣，非常特别的一个质地，不是很上镜，但是实物非常美，再加上我这个神级帽衫的加持，穿起来整个人就是非常利落。再拿一个这种小包包点缀，冬天的那种感觉不就到位了吗？算是非常简单好上手的一个公式吧。然后因为这个裤子它是窄管的嘛，所以对于一些廓形爱好者，喜欢穿廓形的牛仔外套的搭它也很适合，还是刚刚的那个模型，上宽下窄再有帽子的一个加持，哇，全身丰富到不行耶。总的来说它加了绒以后，我觉得不输我们四季的那个版本，包括你的弯曲的那个程度各方面都是非常轻松的，里面的厚度真的算比较夯实的那种了。在冬天怕冷的地方，像这条裤子我们下面都穿不太上，怕冷的地方的姐妹们又想要延续它的这种百搭型的，可以安排一件。第二条这条裤子它只有一个硬实力，就是好穿。怎么会有这么好穿的牛仔裤啊？但是必须要说它真的就是颜值上来讲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洗水，也没有说一些特殊的装饰，就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版型，穿起来也不显胖，就是平平无奇，它仅靠了一项硬实力撑到了这里，就是好穿。怎么形容它的好穿呢？太考验我的表达能力了。就你看它的弹力，轻轻一拉就是这样的一个程度，正常的抓绒的牛仔裤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一条裤子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仔细看，我手捏下去的那一瞬间，它有那个陷进去的感觉。哦哦哦，太好穿了，就像我们的鞋垫换成了那种按摩鞋垫。这是今年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面料，所以我不想等它出什么新的系数，我也不想等它出什么其他好看的颜色，就它了，纯正的一个丹宁蓝，光靠触感就可以征服在座的各位。它很厚哦，它里面的绒是跟那种腰封一样的那种一体绒，然后那个裤子的松跟软如影随形，在这个冬天好像你的那种随身保镖一样的那种感觉。有一个忘了说了，里面的话因为我们这种缝线的位置在靠里的地方都会有一点点小线头，所以我们这次在里面给大家做了这样子的一些小圆点，收到手不要觉得是没有处理掉啊，它是让大家在冬天的时候穿着更舒适，不会有那种感觉到线头或者说那种小结节的那种感觉。我穿一下裤型给大家看一下吧，它的颜色就是那种很标准的那种丹宁蓝，然后超级软，你看我裤头的位置有点像糯米的那种触感，它微弹性的话不太容易鼓包，它会让它嘣一下就回去的那种感觉，直接就去配这种很经典的很简单的这种单品，我觉得就很好看了。那如果是冬天想要更暖和一点，这样去穿就算里面就是再套一件秋衣也看不太出来。颜值上来说我觉得就是比较基础，它没有说很亮眼，这个颜色是好看的，很基础很百搭的，但是最重要是它的穿感真的没有裤子可以当比。它的穿搭我觉得因为它不是那种很跳的那种单品，所以它可以跟很多衣服去做兼容。
OK， 今天的舒适合集就到这了，拜拜。